说如果说年纪大的人，他多参加一些社会团体活动，参加一些户外活动，对他的身体会有帮助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工业社会，那就是说一般都是小家庭，对于以前的伦常关系啊，我们想说趁着这个活动，把年长者带出户外，然后也提升我们这个伦理观念，让老中青，就是说祖父、父母、孙子，哦，这三代能够维系更良好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是鼓励这三代一起前来参加。那这样子，希望借由这些活动，让年长者能够活得更健康，那让年轻的人能够重视这个伦常的观念，那这样对整个社会是一个正面的提升。为了配合长青长照馆的政策，我们举办的不老运动。那今年我们总共举办四场，平均每一季举办一场。那今天是我们第四季，也是我们第四场的不老运动。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是三代同游乐无穷，特别邀请老中青三代来参加，对，参加我们的活动。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样的亲情活动，促进亲人的亲情交流，还有促进凝聚家庭的向心力。那也希望我们的长辈们能够走到户外，跟社会互动，能够让他们的身心更健康。大家好，我们来自园里，今天带我妈妈还有我爸爸、我先生还有我儿子。来参加由此举办的活动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还不错哦，可以让全家一起来玩游戏，然后家庭培养一些感情，然后在这边可以一起顺便运动啊，然后看看风景啊，来鹿港这边旅行，顺便玩一天这样。那个由举办的活动很好，他本来报两对呀、啊，所以就对呀、啊，公开呀，就跟他的有接触就好。来，进广告机。哎，你们是哦，郭老师啊，夸张嘞，夸张了，没关系，总有一天等到你。三代同游乐无穷，彰化邮局站。